想想想，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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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猫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我买枪，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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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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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他妈打着了，没有价值的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个傻逼！我买把短枪，打个鸡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十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卖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，等我挨着防风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来，你告诉我地址。北方大西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